韩尼都馆长杯刘德锦标赛二十号伫新港高中点得正火，来自县内二十四间高中、国中甲小学将近200位的选手组织做伙，要来争取上好的成绩。2021韩尼都中华馆长杯刘德锦标赛伫新港高中点得正火，二十号、二十一号两天基层过后，将会产生107名金牌。来自县内24间高中、国中甲小学将近200位选手，要来争取个人的上好成绩。这一次是我们深港国中第一次承办县长杯柔道锦标赛的比赛，然后呢，共有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约200位选手。那希望今天的选手呢，都可以发挥平常的表现，都有好的成绩。新港高中指出，学校发展柔道运动已经将近30年，头一届来新办馆长杯柔道锦标赛，真正真感谢教练、学校同仁做伙同心来协助，希望予选手、教练佮裁判老师一个优质佮安全的比赛环境。馆长杯原本是县内全中运选手的选拔赛，但是因为比赛日期跟全中运的赛期差伤远，所以12月会阁再办一届全中运的选手选拔赛。教练甲选手又完专心备战，将馆长杯当作前哨战来调整选手的出赛状况。台中华新闻叶宏吴新港采访报道。